我们一行两个杀人不动的武将，两个杀人不动的心思，却在最不可思议处有了最残酷的交集。再难，你有这么有心啊？无名敌人惊动遥控机关，所有高墙。 江松动算，落地定准。是地吗？阳王，至今新秋松王兵苏建的船，中敌度。哦。五谷帮人主力，苏公旗，苏控平。 定是为天高举兵攻击，奉有中枢不服天地，继续存留，继续烦恼，原来无相，也是这般束缚条心。杨王，你出到木了吗？不出。 有新变路，怎样？咱这是对手。